咁但我真係希望市民留意嗰個風暴嘅情況，喺風暴期間咧就留喺室內啦，就唔好再去出街，更加唔好去做一啲話去觀浪啊、衝浪啊，或者去睇啲大潮啊呢啲行為啦，因為不但只危害佢本身啦，亦都會對我哋嘅拯救救援嘅隊伍咧帶嚟好大嘅壓力。